大姐夫啊，你这干嘛呢？巡夜呢。哦，巡夜呢。啊，往那边巡，千万别回家啊！哎哎哎，你回来，这怎么还不能回家了呢？千万别回家，王丽丽在咱们家堵着你呢。王丽丽啊，一号楼那个王丽丽。对呀，她堵我干啥呀？堵你干啥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她家窗户上面安了个探头？对呀，你为什么给她安个探头啊？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的，顺风啊，他呀前几天呀跟我们说，说夜里边啊发现有人呐偷窥他，哦，完了我们就加强了巡逻，也没有找到这个偷窥的人啊。后来我出了个主意，我说不行啊，在他窗户台底下装个探头，这样就可以抓到那个偷窥的人。你抖什么机灵啊你？啊，就你聪明啊你？他不是来报案吗？ 你就认真吧，你就。哎呀，还你多了不起是不是？王丽丽，你惹得起吗你？哎呦，这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知道吧？那么王丽丽，养这么大一条大狼狗啊，我的天天在小区里溜来溜去，溜来溜去啊，那是人见人怕，狗见狗跑啊，就连她老公都选择暂时和她分手了。你惹她，我前任何在咱们小区谁不敢惹呀？我真不敢惹她。哎呀，那怎么的人还得讲理呀？她讲什么理呀？我就够不讲理的了，她比我还不讲理。 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顺风，其实王丽丽那个人挺好的，就是脾气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性格比较强，比较爱面子。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的啊，她跟她老公结婚这么多年啊，俩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，对啊，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，这不养了一条大狼狗吗？就把这条狼狗当成自己的儿子养。你说怎么那么怪？这个狼狗啊，别人谁都不咬，专咬她老公。 俩人就为这个狗的事可没少吵架啊！后来吵着吵着是越吵越厉害啊！她老公就跟她说了：“你是要狗啊，还是要我呀？”对呀。后来王丽丽跟她老公摊牌了啊，说这么着吧，一是狗留下你走，二是你走狗留下。不是，他这两条一样啊，我听着都是狗留下呀。可不嘛，把老公给气走了，俩人这就分居了，明白了吧？哦，不是。 他家里闹闹去呗，他干嘛那么恨你啊？他那么大一条狼狗，往外边一溜，那街坊邻居能干呐？是啊，我就找他去了啊。我说不行啊，咱这个小区不能养大型犬。是啊，国家是有规定的。规定啊！你必须弄走啊。后来我就逼着他呀，把这个狗啊放到他老公家去了。他老公住郊区，那儿能养大型犬，就为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弄狗那天拿着勺子，差点没把我脑袋给我开喽，见着我就跟仇人似的。 这我就明白了，他这是恨你了，他是要报复你，你更不能回家了。听着，哎，大姐，那个王丽丽走了是吧？没有，还没走呢。我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惹祸了？没有啊，还没有，王丽丽在咱家呢，你干嘛往他们家窗户上装一探头啊你？哎呀，我寻思什么事儿呢？ 这个我跟顺丰都已经说过了，情况是这样，他呀说有人晚上偷窥他，我们就装个探头，想发现这个偷窥者。哎呀，你做的确实是对呀，可是王丽丽不这么认为呀，说你偷窥的，还说你是流氓，哟，升级了啊！这怎么还胡说八道呢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哎呀，你就别去了，在这儿待着吧，他什么时候走，咱什么时候回家？咱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是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哎。 少爷呢？啊！赵刚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丽丽，我……丽丽，哎，对，别！哎呀，坐我初一，坐不了，今天就是十五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王丽丽，我可没躲你。你没躲我，你没躲我，你们全家都躲到院子里来了啊！来吧。 说说咱俩的事儿，你俩有啥事儿啊？对，是他无情的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。你儿子啊？对，就是他养那条大狼狗。哦哦，是他无私的把我的隐私给公布于天下。
啥意思啊？哎呀，他不是装了个探头吗？你、啊、不是王丽丽，装探头那不是为你的事儿吗？你不是说有人偷窥吗？我们就是找这个偷窥的人，就是还没找到呢。哈哈哈，你装的探头挺有成果呀。没什么成果呀、啊。我已经到咱们的物业 啊，查看着这三天探头的记录。哦哦，这个偷窥者抓住了。啊？抓住了？是谁呀、啊？就是他。他。我说丽丽啊，这可不敢胡说，咱得有证据啊。对，你不能胡说呀。证据，铁证。我每天9:30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个时候他准是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溜达去。第二天9:30正是我洗澡的时间，这时候呢准在我的窗户外头溜达来去。不是，你还是谁？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问问他，我问问他，你别急啊，你过来。他什么时间洗澡你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？情况是这个样的啊，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洗澡啊？不是，怎么这么准呢？9:30你就在那儿出现了，这不赶巧吗？我们就是9:30巡逻吗？你是知道的。哎、哦对，哎呀，说鬼话骗谁呢？我现在的探头都是高清，闹不好还是3D 的呢。哎哎，我告诉你，丽丽啊，你知道吗？啊。在自己家里啊，在自己的卫生间里，是我们是非常开放的，是都这样。他们已经全看着啊！我问你，你看了没有？我看什么？我那墙那么高，我哪儿看去？我你看，我也没看着啊！我跟他说，你说着，丽丽啊。丽丽，你可能真是误会我大姐夫了。我大姐夫这个人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街坊邻居都了解呀、啊，是不是街坊邻居？我大姐夫就是个傻子。谁是傻子？是不是个傻子？他们街坊邻居，他这心眼直，他不会那些个乱七八糟的。他装这个探头啊，他就是为了抓偷窥者，他是关心你。哎，对呀，你看我跟刚子吃完饭呀、啊，每天9:30刚子陪我看电视，你说为了关心你，把我都给牺牲了。你也说两句，这不是为了关心你吗？啊，你心里有我呀？怎么没有啊？这两天我想的就是你的事儿。要是这么回事的话，你早告诉我呀！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有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的。我也知道，现在很多夫妻啊，生活时间久了，爱情就会变成亲情。你是不是把她当成你妹妹了？哎呀，没你的事儿。刚子，我现在对你，对我所做的一切。瞬间合理化了，你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弄走，你不就想让我属于你一个人吗？你想尽办法在我的窗户外边安上探头，你不就想无时无刻的看见我吗？哎，监视器里你看还看不够，还要到现场来看看真人秀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哈、啊，那个王丽丽啊，你听我跟你说、啊。别解释了，别解释，我知道，一个女人，她长得漂亮的话，是会遭到男人非分之想的。不是，你听我懂。你听我跟你说。不要再解释了，特别是捅住你老婆的面，这很不好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。行了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谁让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呢？哎呀，这年头有魅力女人。王丽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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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站住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对你这份自信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哈哈，谢谢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每天晚上去你那儿，包括给你装那个探头，都是为了抓到这个偷窥者。哎呀，抓什么偷窥者呀？你不就是偷窥者吗？怎么我不是偷窥者？
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就算没有偷窥他，行了吧？什么叫就算没有啊？这！哎呀，你不要再解释了，不要同着你老婆面说，跟人家留个面子，大家都是女人。哎呀，没有偷窥他，行了吧？怎么当子？你给我说说偷窥者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没有，人家都说了，没有偷窥者吗？怎么没有偷窥者？没有偷窥者，我忙什么呢？我，偷窥者在哪儿呢？你告诉我。对呀，咋了？就完了，你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？你怎么的？啊？偷窥者抓着了啊？谁呀？偷窥者。明白了，你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。你看，你看了吗？真有。王丽丽，你过来。哎呀妈呀！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让你看看偷窥者。是不是特恶心啊？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流着哈喇子那种。哎呀，你过来看看，你过来看看，他真流哈喇子，天天流，你好好看看吧。谁呀？我儿子。肯定是想妈咪了，他肯定是想妈咪，原来是他呀！你说这么远的路途，他能来看我，他肯定是想我了。嗯，不是，这不奇怪，老狗识途啊！我的本儿。来，怎么的？啊？还有第二位偷窥者？哎呦！啊，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明白了，把照片给我发过来。天哪，暗恋我的人怎么这么多呢？你说这女人有魅力。来呀，王丽丽，来，这个人暗恋你暗的不行了，快来看看吧，来看看吧。啊！又一条狗啊！我老公。我跟你说啊，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老公啊对你不放心，就天天带着这个狗过来看一看。那他怎么不进家门呢？不是，我说你呀、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大的脾气呀、啊？来来来，王丽丽，你过来，你坐着。王丽丽啊，哥得说你两句，你不能这么大的脾气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么大脾气，你老公他敢进家门吗？人呐、啊，不能老停留在自己那个感觉中，你得想想别人，理解理解别人。你说你天天没事拎个大狼狗在院里边溜达，街坊邻居能不怕吗？你说你让那大狼狗跟你老公 PK， 你老公能不怕吗？你说今儿这事儿，你非说我爱你，我能不怕吗？原来你不怕我呀！啊。我一定要改。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她确实有魅力，但是我现在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把魅力只给我老公一个人。哎，好吧，我一定要改的，你们以后看我。好，我走了。快走吧，老公等着你呢。对，快去吧。快走吧。哎呦我。就你那，怎么的？刚子，哎，来，啊，握握手，哎，真的，对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我特别抱歉，没事，我跟你说声，啊，对不起，没事，不要紧。但是，我要表扬你，你的审美是最棒的。吓死我了都！行了，没事了，圆满解决了，都回去吧。啊，赵刚子，我求你件事儿呗。怎么的？以后工作的时候别总把自己搭进去，你呀就是个。啥意思？哎，站住！干啥去你啊？我还差一圈巡逻呢。你还巡什么逻呀？我告诉你，大姐说的对，你就是个这个。这啥意思啊？啥意思你不知道啊？来，告诉他这什么意思。啊！瞎说，这是二吗？啊，这是耶！我的审美是最棒的。